您猜内容。看完视频后听问题举手抢答，回答正确记一分。我们来看一下视频。廖师傅这还好醒猛，好快就恢复视觉，一早就抽出来。我一个字都听不懂，我猜一个。三二一，来。欧阳靖哥哥。很快就会搞底盆。刚刚那个是左哥来的吗？左边那个很快就会小电台。搞底盆。很快就搞定。刚刚是你翻译了一个大意，那我们看一下，还有哥哥知道刚刚的台词吗？可以再说的一遍吗？好，我们再看一下，大声一点。廖师傅这还好醒猛，好快就恢复视觉，一早就抽出来，一早就冲出来呀！哎，我知道最后一句是我确认的，一早就冲出来。哎，最后一句是对的。那上一句，我加一个，头的两句应该是。他们很聪明，吃完肉饼一脚就冲出来。吃完肉饼，肉饼是重点。肉饼，肉饼，肉饼，肉饼。非常精彩，但是不是正确答案啊。很聪明，我知道。哎，小峰哥，他们两个很醒目，我一叫他们就冲出来了。谢谢小峰哥，但是刚刚不是正确答案。要不我把前面一句和最后一句告诉哥哥们，然后我们猜下中间那一句好不好？好，前面一句是廖师傅真有两下子。两下子是什么？刚欧阳靖哥哥也回答出了最后一句，一脚就冲出来。对，一脚就出来了。我们来看一下中间这一句，廖师傅这还好醒猛，好快就恢复视觉，一脚就抽出来。我现在怀疑是卓哥是乱讲的，第二句是要不直接模仿出来。我知道。哎，小峰哥，有些我现在好醒目，一会儿就坐飞机上我冲出来。挺可以，对了对了对了，拉粉哥，姚师傅真的好醒目，他好快就搞定，一叫他就出来了。这一题我们就可能有点难，要不我公布下正确答案。好，然后这个就是无人得分。刚刚赵云卓老师说的是廖师傅真有两下子，很快就恢复视觉，一早就出来了。恢复视觉，恢复视觉，对的，所以真的挺难。我听了那么多次都听不明白，真的不简单。你听住，我而家宣布，得，唔使讲，想驾车好嘛？系你停，自己开始开始，系你停。呢个学员咩背景啊？屯门仔，中学五科肥佬，后嚟读艺津入咗嚟。我谂佢都系贪警察人工好，够稳阵。我还没有说三二一，不好意思。啊！我们准备好了啊，来，首先放下来，三二一，开始。我最高的了，我先，老师，小峰哥，好，我给那，我让给你，你都不知道下一句是什么，给他，你会比我更清楚，我是举手，告诉大家，他们两个一定会，我不会的。好，那我三二一，我们重新开始一次。三二一，开始抢答，拉芬哥啊，好，应该是他说看什么看，吃饭了没有？没有，我记得，这是看什么看。没有看过，别人嘎钱，你可以讲，广东话，喺望咩望？未见过俾人嘎钱啊？好，那我们看一下正确答案。谂佢都系贪警察人工好，够稳阵。望咩啊望？未见过俾人嘎钱啊？拉粉哥的记忆力真的很厉害啊！
因为那天我进去冇咩冇，没别人给我，没给我别人驾车啊，说了差不多200遍，所以很难忘记。这个大概是什么时候拍的戏了？就刚好10年前呢。对，2011年的时候，第一次拍剧能够跟 Laughing 哥，我觉得真的是可遇不可求啊。我没有想象到的就是大家会看得那么投入，但是我永远都会强调的就是重点不是因为他们记得立庆，是因为想看到立庆会想起 Laughing 哥。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奇妙也是很美好也是永远都会记得的一个整个体验。哎，不好意思，时间够了，下课了。下课了，下对。这个可以聊很久，他们两个一起谈，我跟汉文就一起看。你哎，立青，你要不要跟拉美哥一起坐？换一换，我跟汉文一起坐比较好啊。冇咩啊冇，冇咩啊冇，没听过人怀旧啊？哎呀，换的位置不行啊，更聊的更严重啊，馋了。但是谢谢拉粉哥，真的是。其实这一次在哥哥里面也算是又一次重逢，对不对？是。那这一次见面的话，有没有什么不同的感觉？拍那个的时候都还没结婚，然后现在不止了结婚，孩子都有两个了。好了，收工了，收工了。我们的嫂子们。嫂子们都到现场了，有什么想跟哥哥们说说加油打气的吗？大家好，哇，我真的觉得非常精彩，我希望所有哥哥今天能够飞得淋漓尽致，听得懂吗？淋漓尽致，尽量的把所有东西最好的一面呈现给所有人看，慢慢欣赏，谢谢。请看字幕。你来翻译一下。哦，我翻译一下就是发挥的淋漓尽致，慢慢欣赏啊。哎，大家好，我是陈小春的老婆应采儿。哎，之所以我们的队名叫一枝花，是因为他们的老婆都貌美如花。然后呢，我要告诉大家，只要你爱老婆、疼老婆，事业就会一帆风顺、万事如意、健康快乐，保你们全家平安，好不好？哇！等我一下，我先下来，站乖一点点 ，OK。我们的支持的话很简单，我是袁咏仪，我是应采儿。阿嫂啊！大湾区，大湾区啊！喂，今天不是大湾区啊，今天是一枝花、啊，印错了，对吧？好可怜啊！我们本来是大湾区，结果现在加起来变成一枝花，衣服印错了，印早了，节目组不好意思。加油，加油！所有哥哥都要加油。